用非法，我只要讲，千万快去看看。虽然是短短一段话叫，不过嘛说明了部分外籍劳工拄着歹头家的无奈，嘛好加在有移民署甲外籍学生志工的斗争，嘛好才被欺负的外劳有发声的机会。一个月工作几天？你卡了吗？八名，三十天。我可以帮他们找移民署，可以帮他们呢，早点呢回去越南。我帮他翻译。昨天我帮移民署做春卷，越南的春卷跟呢瘦肉的越南的瘦肉啊，他们很高兴啊，我很感动啊。这是移民署婚姻专区对的去年八月到婚姻科技大学共同签订七日联名，并且在三号举办成果展。专区队长吴碧元表示，现在志工人数13人，其中6名是越南籍的学生志工。马后加在有只外籍学生的协助，可以会当更加深入了解外劳的心声。那这个透过这个越南志工的这个翻译之后哈，我看到好几次有的女孩子她讲到在这边工作的种种情况哈，等都是泪流满面，所以我当下就非常的感动哈，也才了解到他们志工来服务哈，那个真正的价值哈，我觉得是很珍贵的。移民署因为有志工的加入，是更加有效率。婚姻科技大学校务长林君伟，除了肯定七日人民的成果，也真感动外籍学生来主动投入，也能够把他们自己的这种的爱心，也能够回馈，给他们自己的同胞，那么更能够反映出我们云科大的这样的一个校训啊。我其实真的对他们所有的越南同学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佩啊。现在移民署婚姻专区对收容所内，唔啦越南籍的劳工，佮泰国、印尼等等，嘛真需要捌只国家语言的人会当来加入志工行列。婚姻科技大学嘛表示真愿意协助，嘛予移民署未来工作会当更加利便咯。记者陈心采访报道。